来自南方都市宝播报，6月26号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介绍疫情防控信息。据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，6月25号0点至24点，北京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1例，疑似病例3例，无症状感染者1例。据了解，6月25号北京最后一名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出院，实现境外输入病例清零。北京本轮疫情发生以来，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280例，尚无人出院。